翅膀。风烛闲电。我看看外面伤口，他这个你看一下，他这有没有贯穿？公里好像风筝线啊，贯穿相当，贯穿相当没有。太厚了。你这个爪子离我那么近，现在这个比较瘦。然后我们身体再拍一张，拍一张看他身体有没有铅弹。嗯，那没什么问题，就只有外伤而已。你到底是当妈妈呢，还是当爸爸呢？你家里还有没有小朋友啊？你家里有小朋友，那怎么办呢？别咬。嗯，他的伤口还是很新鲜。没有那么快长，哦，那跟你妈妈跟他讲了，嗯，然后再处理，嗯，这样就好，嗯，嗯，就龙骨突了两边就好，嗯，好嘞，你双肩包的热敏，我让他倒退。要比较多。